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肖峰，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和 Davis 先生和林洪泽先生二位教育学家，我们谈一谈教育。林先生，其实说到教育的时候，我跟您的这个简短的交谈中，我也了解到，其实对脑部的训练，您还是有很多的心得的，特别是在您的周边的朋友以及您所教育的孩子中，确实我们有一些孩子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问题，是，哎，无论是他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疾病，或者说有一些因这因为那个或者那个原因所造成的。我在前不久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治疗自闭症的一个机构，是，他们也谈到，他说自闭症就目前来看，虽然在美国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疾病，而且呢美国医疗界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也投入了很大的这个资金，似乎成效不大，但是大家公认，就是说现在看来，这些孩子们唯一有效的方法，大脑训练，是没错，大脑训练也是您教育当中的很重要一部分。是，您怎么通过一个大脑训练对孩子们不仅启发他们的智力，也能够帮助他们的智力，如何来做？是，大脑认知训练事实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事实上，大脑的认知它分成七大区块，那记忆力是其中的一块。嗯，我们事实上，我们教育中心里面在提倡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先了解小孩子的特质之后，然后针对小孩子的特质，帮他找一条属于他应该要有的学习方法出来，跟父母亲做沟通。因材施教。对，因材施教。嗯，对。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讲，针对于我刚刚有提过，就是说大脑认知它有分成两个区块，一个叫做雪中送炭，一个叫做锦上添花。OK， 很高兴我在我小孩的求学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学校里面担任义工，那也在学校里面担任家长会的会长。今年这两年更进入学区里面去了解，就是所谓的 school side council， 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ELD 的 program。OK， 我发觉到事实上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它的确有给这一些特殊教育的有一笔的funding。对，但是很重要的是，在我们加州有，对，有加州有，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华人的父母亲，我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如果您的小孩子在学习上面有出现状况，不管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说他是minor， 就是轻微的，都应该要立即的寻找协助，因为最早越早让小孩子进入像这样子的专业的治疗里面，不管是在语言上面的治疗，或是我们在做的大脑认知的训练，增加小孩子集中注意力 ，OK， 判断能力，这都是非常有用的。那戴维斯老师的这套东西事实上也是我在教导大脑认知里面其中一个区块，我会跟一些小孩子做互动的部分，因为记忆力本来讲它就是在大脑认知运动里面的其中一块。那这一些所谓自闭症的小朋友，事实上他们有一些所谓叫 high function， 是有些特殊功能。 对特殊功能的这些小朋友，如果你今天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把他的这个钥匙打开，你将会帮他开一扇完全不一样的门。嗯，对。那Davis 老师他自己本身在做这方面慈善的推广，他也不遗余力。所以我们之前也在这南加州跟北加州也有针对像这样的团体做一些免费的课程。所以因材施教跟大脑认知里面，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所以它不能拆开来谈。OK，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是，那你如何来评估呢？大脑的功能？我知道人们在谈到这个 IQ 的时候，现在有个 index， 是大家可以说张三150，李四180，甚至有的人说张三只有80。是，作为你评估一个小孩子大脑因材施教，你的有没有一个 criteria，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法？ OK， 这就变成是先天跟后天的部分。 OK， 先天的部分我们会透过皮纹的检测了解它的先天的遗传特质是什么，后天的部分我们还是会经过一些所谓的测试的方式。举例来讲，我们会经过活动，对，这不叫做智力测试，它是一个叫做是认知测试。智力的测试它是 OK，
IQ 的 test 很多人他会讲说，哎，我的小孩子 IQ 很高，嗯，但是 IQ 他是在大脑进入十岁以后的阶段，他开始跳级了。那这一段时间，很多小孩子他如果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开窍，他如果开窍的早的话，他的逻辑思考能力会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他的智商智能的表现 ，OK 会比较好。OK， 那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三叉焦点，就是说小孩子，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讲的，哎，这个小孩子小时候好像非常会记东西，记忆力非常好，但是十几岁之后啊，怎么成绩往下掉了 ？OK， 那种的就是怎样？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大脑的部分，他到了他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他在跳阶的那个阶段上面还没有那么顺利。所以我们的大脑认知处理，包括 Davis 老师在教的记忆力的方式，就是利用不同的方法，让他在卡在那个关口上面的时候，找到一些方式让他能够跳过去。OK， 也甚至是说，在这个时候就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OK， 在突破的这个阶层上面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好的方式，让他走得更顺。OK， 举例来讲，我们就像说打高尔夫球好了。嗯。OK， 有请教练教你打高尔夫球，跟你看录影带打高尔夫球那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教练他有很多实战的经验，有很多实际的经验。是。所以我们的因材施教里面，Davis 老师他曾经讲说，我们做的这个是一个，one on one 师徒的关系。我这个我越来越能够体验，因为一个学生他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OK， 他会回来问。那做老师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他碰到的问题点到底出现是在哪个地方有状况，然后才能够帮他找到一条方法辅助他突破这个难关。然后再往上走，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因材施教很重要。老祖宗讲的这个话，我们应该要回来讲，看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够让父母亲跟让小孩子知道。所以我们在南加州一直在推广像这样的课程。嗯，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不过 Davis， 我还想请教您，特别是因为您在美国受到了中小学的大学教育。我想反向请教您一个问题。好，其实在美国的，这么说吧，美国人对小孩子的学习的关注度远不如我们华人父母。远不如什么意思？远不如我们的华人父母，就是华人父母会有更多的心力在小孩子的学习上。意思他的要求，他的关心，他的要求，他的观念。我记得我和一位温彻康蒂的学区委员，一个美国人聊天的时候，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学校真好，你看你们学校成绩真好。他说错了，不是我们好，是你们孩子家长好。因为你们家长好，所以这些孩子们都知道努力学习，所以我们成绩就好。可是现象是这样，在到大了学，现在我们看 UCLA、UC Berkeley、UC San Diego、UC Irvine、UC 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的亚裔、我们的华裔几乎占到了50%，48%。是。可是你再看美国社会，对，出色的科学家、优秀的管理人、知名人士，华人连1%都没有。是，对，没错。这是教育出问题，还是社会出问题？您从教育角度来看，因为您在这里面学的经验，美国人并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么要求小孩子教育，可是他们成才了。对，所以这个要求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要求。美国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非常探险的社会，勇于去冒险的社会，非常勇于。然后如果我们真的从历史的背景来了解为什么，当然这个变成多好多本书。我也常说几句这个描述的话，很多华人都怕做错的事，或者怕做某某事。我的美国朋友反而人生中怕没有做过的事。嗯，所以这个冒险跟探险的精神其实跟学习也有关。所谓的英文说 trial and error， 尝试失败尝试，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我毕业的时候，我去面试那个华尔街的一些金融机构的分析家 analyst 位置，或第二个路线也可以说收入比较好的是企管顾问这个部分，这个收入是特别高。然后他要面试的是哪类的人？
很多人以为要面试金融的或者经济学的，并不是，他要各种好的学校，所谓的常春藤的 Yale、Harvard 或者西方的 Berkeley、Stanford， 他要是 successful people 赢家，他请的人都是学芭蕾舞的，这个文学的、心理学的、拉小提琴的、体育的，什么都有。他要的就是这个人有上进心，他要突破，他要赢，他要进去好的学校，他有能力而完成他的任务。因为他觉得进去这个金融机构或者企管顾问公司之后，他可以训练这些人来学一些基本的会计，用 Excel 啊，或者做预算表的功能。我可说这些东西你出去外面学了可以了。也就是说，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很多记忆性的东西大家是比较容易学的，但是先天的素质，一个人的培养出来一种冒险精神，勇于探索的精神，这种素质恐怕就不是在学校里就能学到的。所以需要美国的社会就适应了这批人的孕育而生的这批人，无论是这个 Steve Jobs 还是这个其他的出色的企业家们，他们在学习当中可能没像我们这样按部就班，但是他们的素质确实为他们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在这里呢，我们也请这个林洪泽同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机构有一些活动，近期会对您的小孩的教育有所帮助。是，我们教育中心非常高兴在今年在 Davis 老师他在全球LQ 文艺复兴讲座巡回国际巡回演讲当中，洛杉矶是他第二站的地方。那我们将会在四月份的11号跟12号在罗兰港我们学校的中心，那这个十九号在湾中文学校有一个教育展。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Davis 先生，谢谢您，谢谢感谢林洪泽先生，谢谢您，谢谢，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关注教育，谢谢大家，再见。再见。